们有看昨天啊，我的好朋友 Terence 的直播吗？威廉府他们进攻，很精彩哦。啊。那今天呢是威廉府进攻后的第二天哈、哦，第二天呢，今天他们就会抢提供、杀提供。今天呢，我来这边呢是特别我要拍一个东西，就是调机。就是调机，什么是调机呢？我问我的师傅陈师傅啊，这个叫什么机呢？当年跟我说了，这个是调机。好啊、这个是一个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啊，调机。然后呢，就是这个，我呢，我就是很喜欢拍这个哦，就是当他们在运用这个调机的时候呢。那股神秘的力量呢是无法可以解释的哈、哦。那现在呢，我在威灵府昨天他们进攻哦，进攻的、然后呢，搬了个新的地方。我那每个人说啊、九王爷是哪个？不是你们说那个什么那个九王大帝那个、哦、是九王哦，九王爷大人的这个到。哦谁是九王爷啊？他们啊、那天我就问了那个肖振坤嘛，他就跟我说啊、有九个姓啊，就是啊、朱、行、李、金、池、秋、苏、吴、龙，啊，九位王爷就坐在上面这边。OK， 那过一阵子呢，他们就会请神了、啊，就是啊、观音妈会来，然后呢，我重点呢是这个哈、哦，重点是这个，我介绍一下这个文化给大家哈、哦，就是调机。OK， 很好看。然后，今天呢，很多人问我啦，就是会不会腊榴莲腊榴莲？我不知道，我不懂。哦，因为腊榴莲昨天都腊完了，今天会不会腊？我不知道，应该会吧，下午吧，下午哈、哦。就是王爷的信仰呢，最近我在我的 Facebook page 上、啊、就介绍了一段 video 哈、哦，王爷信仰哈、哦，就是啊富美宫啦。哎，那天我去那个哪里那个。天地殿啊，他们有更去到上面的时候，我说哎，为什么这个庙叫富美宫？富美美这个字跟王爷信仰有什么关系呢？直到我看到那个人的 video， 才知道泉州啊，那个王爷有一间庙叫富美宫哦，从那边来的，好，就相信了哈。这个就是威灵府的主机通啊，哦，肖振坤啊，然后呢，不是我还有几个。你不会讲话的，我在介绍你不讲话的。你说不会介绍的。那他们的起居方式很特别的哈，但是我不懂他会不会来，但是啊、哦，一定会掉吗？昨天不是掉得很精彩咯？对哈、啊，这个也是哦，这个也是哦。真的掉榴莲，我也不知道的哦。威灵府呢、以前就在六楼哈、哦，六楼。去年呢，他们大日子的时候呢，哦、我们的观音妈来了。
那去年我大日子的时候呢，我就来拍摄卫灵佛，他们还在六楼那个时候。然后呢，其实卫灵佛呢，他们十多年才拍到。新加坡卫灵佛啊，在吓死我。还有一个，卫灵佛在今天的镜头有点晃哦，因为呢太多 happening 了。对咯，还没有到那些。现在呢，我要看他们啊，就是这个桥基哦，是我很有兴趣的，就是很想拍摄的。
没办法，昨天我在 JB， 我在阿南宫哈。正经星座一颗明亮，英子为灵府，大子温迎飞，总部大福明，伊农小锦坤、小锦庄、林阿玲、林俊勇，再念五花信诗，小锦坤合家，古锦华合家，李伟忠、谢玉平、李阿福、王爱。李阿温，是上铁，是美玲，先得罗巴索，玉马松，夫姓翟合家，陈伟达合家，林俊勇合家，王秀辉合家，牛爱玲合家，牛玲玲合家，何杰君，谭伟文合家，王友文合家，陈伟全合家。李世坤合家，陈廷宏合家，雷志玉合家，
王冠上合家，李伟殿合家，陈叔殿合家，陈一鹏合家，周忠廉合家，周连泰合家，田惠芳合家，郭炳祖合家，黄天宇合家，林家健合家，廖伟雄合家。No, no, today celebration at the temple. No, no, no. Kong Kim Kok Hakka, Kim Kit Wood Hakka, Tan Yok Kui Hakka, Xiao Kui Po Hakka, Si Chit Kuo Hakka, Ni A Wun Hakka, Si Li Ling Hakka, Yok Nga Pa Su Hakka, Jiu Zong Lian, Kipa, Ni Hui Hong Hakka, Ho Xiao Ki Hakka,陈明益合家，郭建英合家，廖聪炳合家，陈培坤合家，陈一鸿合家，陈彦华合家，马国英合家，陈济清合家，李益允合家。这地方在 North View， North View Business Hub 一楼十二号，在新加坡。王啊，方言合家，廖建伟合家，蔡水晶合家，朱荣兴合家。九王府，九王府。66 Just ID Solution， Just ID Solution J2J Solution， Dixing Electrical， 福永烟，用完工会来合众人去同步用啊。然后将电用成拜干，用住所是唔知啊。金鹏敬祝君主九王府大人条件神子正经神子大中敬奉祖母大人平父大人姨父大人金父大人弟父大人祖母大人叔父大人五父大人六父大人为立李将军观音不作现在同赐永日金仙天多万岁金辉玉天我也出将成皇逼主皇冠大人，更得我也被北京成皇文天祥，皇天官也被金字被我贵族来合参将前，表将定南日平安，之水一万余里如是。马上在威灵府啊，威灵府 ，OK。今天在下提供哈，然后呢，威灵府的主神是九王府大人啊，九王府。然后呢，他们门牌这边。九王府嘛，这个是金府大人，那个这个是慈府大人吧？社保安定我方，积极财富交财进步下我。那九王府大人来重复一遍哦，他们哪九位呢？好、哦。朱行礼、金池、邱苏、吴龙，好、哦，这边看到，边。朱大人啊，行礼、金池、邱苏、吴龙。那现在呢？就是金府大人，还有池府大人哈、哦、啊，两位，还有几位没有来的？那今天呢，我的这个。他们在昨天已经进宫了哈，然后呢，今天我来看一看，啊，我是对这个调剂这个。很喜欢来拍摄调剂啊。哦 ，blur 哈。刚才是这位就是那个慈福大人哈、哦，这个条是金福大人哈、哦，是金福大人降价，慈福大人啊，威灵福呢是九位王府大人哈、哦。
在两边的威灵府将我下地子平安的康宁发了。发了。那威灵府他们的就是这个起乩方式呢，降价呢很不同哦。刚才你们就看到了前面，我会把这几段呢，就是分享到 Facebook 去了。是慈府大人，慈府大人，你看他手上拿着个旗的。这个呢是金府大的金府大人，历史爱定义当然不给威灵府。今天呢，他们庆典是一整天的哈，你们可以来这边进香哈。他们六点呢，这边呢就有buffet 加哦，他们说 happy hour。办免进。燕归归归燕归年归，不归归不要归，卖好了交给我。对呀，我就六两天啊，就这边六六。新的天香。那上次我采访跟那个威灵府的这个肖振坤聊的时候呢，威灵府他们开始的时候十多年前的经过一段很艰难的这个历程了哈。今天威灵府呢，从六楼搬下来，楼下有自己的空间呢，有自己的这个神坛哈、哦，也是可喜可贺的。他们经过也是一段这天就来，蛮
艰苦的一个时期哦，就是他们在威灵湖在开始的时候呢，那么根据赵振坤呢，他们说他们连香呢这个东西都是需要自己理事啊自己买来哦，让善信用，就是进香去。哎呀，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是经过一段也不是比较艰难的时期了。现在呢，你看他们搬下来North View 不是差不多楼下一楼的，是属于那种可喜可贺的哈，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地方。那是呢，我就问这个机童肖振坤，就问他说：“哎，你要不要上七少五约，告诉我你的故事？”当时他在六楼说：“不要吧，等我搬了新的地方呢，我才来上你的七少五约。”哎，现在终于搬了新的地方了哈，可以上七少五约了。对他们神坛的以前十多年前他们怎么开始哦，那段。心路历程啊，我就比较有兴趣采访。就这样。过完我。所以还有你讲到，到时一起三个一起。我给三个。姐啊，今天没有有病啊，今天是我来这边就是看他们神坛发起的嘛，然后其他提供这些。狼蝶子，啊，我跟你讲一定会。杨烈啊。还有哪些要？谁？还有哪些？威灵府主神哦，九王府大人哦。How people call spiritual transfer？ 对对，叫罗丹。个办公 have， 你个办公问 have， maybe later life I will explain again。It's part one of the life。大家就是可以来这边啊，就是威灵湖啊，它就在 North View Business Hub， 好，在宜春这边哦，门牌就是0112号，门牌0112啊，在这地方。所以一个神坛呢，十多年了哈啊，哎呦，下。好了。
回去来做。Okay, the sedan, Qiao Ji is done. Thank you.
哎呀，一个摇一个表。请观音大士坐席。这边是哪里啊？就是威灵府啊，威灵府就在 North View Business Hub 新加坡啊。然后呢，门牌是0112啊。昨天呢，他们已经进攻了，已经迁入这个搬了新址。现在呢，他们就是今天下提供上提供。早上现在这么正气。要重复一次呢，就是威灵府他们的九王府大人哈，九王府大人，哎，啊，就有什么呢？就是不乐哈，不乐哈，那怎么念问题？朱行李金池秋苏吴龙哈，九位王府大人。哪些其他提供呢？等一下呢，他们今天的 event 呢，下午上提供，晚上他们晚上还有一个舞龙的表演啊，大家呢可以来这边呢，就是参与哦，然后敬拜啊，拜拜一下。他们就在 North View Business Hub， North View Business Hub， 好，然后就是威灵府哈 ，OK 啊，早上开了一段。还是蛮精彩的 ，OK， 我去线下先了哈，你再看下午怎么样子，拜拜。We look forward for another one. We look forward for another live similar to this. Later 咯 ，later 会有多一个 ，later 他们送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了。好 ，OK， 好，later 送提供现在是，他几点上三点工？几点？啊？几点送提供？三点。啊 ，three o'clock。三点送天宫，好，三点，好，可能看了、可以来直播一下，这边到时会更多了，好 ，OK， 好，大家谢谢你啊，拜拜。